最劲爆，黎明婚变之后的各种劲爆传闻也是持续发酵。这不，又有某杂志爆料，香港女星徐子珊与刚失婚的黎明爱火重燃，而她本人对于此绯闻倒是一笑置之，称自己没有见过黎明。好好笑，我都唔好明，可能可以豐富嘅幻想空間呢、這個我唔知點解我經理人嘅阿媽變咗我自己阿媽啦，又喺個報道入邊，呢個最好笑。咁跟住好得意嘅，因為咧一般周刊咧又話我同約咗阿黎生啦，一本又話我同阿 Bosco 又話埋啦。即係有冇見過乜嘢？真係有冇見過？梗冇啦，黎生真係冇，真係 Bosco 因為賽車啊嘛一齊。